最近上班不要离开，好的，不要离开哦。这么这个时间啊，哎，咱这个铺头台面间哈，哎，慢慢的收啦。对，没关系。刚才今天你咱的节目非常的精彩，三点钟的这个时间，希望咱的好朋友，哎，我们可以收完东西之后，再回到我们的前面。 观众席这边，好，我们再度来做欣赏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时间，听到咱的乐乐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《不要离开》，送给大家。 一样很精彩的歌曲。